大家好，次长好，还有潘代表好，还有各国的代表大家好。其实今天一走进来就非常开心啊，因为看到有各个国家的这个文化的出版品已经陈列在这边了。那其实呢，每一年的台北国际书展我们叫做国际书展，其实创造这个国际交流一直是台北书展基金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啊。所以每一年呢，我们都会很积极的邀请这个世界各国的不管是出版社或者是各个国家的代表都来参与因为呢，其实大家的参加也更凸显了这个是台北国际书展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非常的多元，我们非常的开放，我们非常的自由。那也就是因为有大家这样子的交流，所以它形塑出来一个台湾特别的一个文化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展前的记者会？我们把我们的最重要的舞台是给了我们的所有的各国的代表，然后大家来跟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们说明在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大家会看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丰富的呈现我刚刚一进来我就非常的兴奋，因为我的书展基金会同事告诉我，像是比如说像泰国今年就有一个80人的团体。我听到了就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代表就是台北国际书展得到了重视，是台湾的文化得到了重视，就是它对于两边的交流得到重视。这些所有的文化交流，其实它也是对于出版业来讲是 good business。那我相信大家都很希望，就是说在这个疫后，在这个选后，在这个新的情境之下呢，我们的经济环境是可以更好的。所以呢，我今天非常的感谢，Thank you for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Netherlands, Thailand, France, and Belgium, and thank you for support Taipei Book Fair. That is very important cultural exhibition and the cultural activity for all of us. And thank you for bringing all the your authors and the writers and the illustrators to our events. And I know you have very the creative ideas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us. 我想说也不用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因为其实今天丰富的活动真的是讲解非常多还有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前面漂亮的郁金香其实呢，荷兰他们今年非常的用心当然，我们在400年前就相遇他们今年是用非常大的力气请了这个国际顶级的这个设计团队MVRDV 来设计，而且呢，他们已经展现出来了，就是荷兰他们不一样的做法，环保的做法。3D 列印环保材质，那我觉得每一个环节的用心，大家都可以在书展上面看到。那接下来，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丰富的分享，谢谢大家。